thank mm -hmm. you 嗯，各位与会的老师，大家星期六下午好、哦。我看今天天气还早上还蛮不错、哦，赶快来洗衣服哦。不过现在好像慢慢有点暗下来了。好，但是可能各地的天气不大相同哦，因为我在台北嘛，哈、哦，那所以搞不好其他地方的天气可能还蛮不错的哈、哦。好，那呃很高兴呃今天又在线上跟各位老师就是一起进行研习了哈、哦。那我稍微做一下说明哦。那我们这整个计划是呃。 Google 教师成长呃研习的一个活动计划，那我们就是安排了一系列的线上研习，跟各位老师做专业成长的互动。那呃，我们是不是先请那个呃议程好？那我先帮接下来的活动先做一个简单的广宣好了。嗯，那呃，其实也跟各位老师讲哦，就是我们这个计划是属于一个年度计划。那现在已经进入十一月了，然后十一月接下来就是十二月，所以大概十二月我们整个计划就会结束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剩下的场次。 大概还剩，应该还剩大概两次吧，两三次而已。好，那我先说明一下啊、哦，就今天邱老师帮我们研习，算是我们十一月的第一场哦。那接下来就是呃比比较大的一个重头戏啦，那我们也都在准备当中。是十一月二十七号到十呃二十八号两天，好、哦，都是上午的研习，呃九点到十二点，好那个议程，好谢谢。 好，那这个研习的话，事实上是我们跟 Google 做一个合作，就是 Google 的 Chrome 本身就有一个叫 Web Serial API 的一个呃特色，那我们就用那个部分来做一个跟硬体之间的沟通，好、哦，所以就说基本上是一个新体验。那我们配合这个研习，我们有做那个研习套件的那个发送，不过好像就是很很快就秒杀了，不过没有呃申请到的老师也千万不要气馁，好、哦，因为我想这个套件 Arduino 套件应该是各位老师大部分都有，那。 我们目前里面，嗯、呃，在这次研习里面一起配发的，呃，其实大部分都是一般的数位类比的一些呃基本的原件，所以很多老师应该就是之前有参加过像。 花莲之前办的那个硬体赛，其实那个套件更丰富哈、哦。那我们搞不好还没那么多。好，那我们大概附的有一些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大概就是 DHT 十一啦、超音波、伺服马达、蜂鸣器这些，可能会需要一些呃 library 的部分。那不过其他应该都还好哈、哦。那欢迎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体验。那这个是总共两天的课程哈、哦。那第一天的话比较偏向是基本实作。那这个这个专案整个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所以我们第一天就会带老师直接把国权的老师的。 的的专案 fork 出去哦，所以就会请老师先申请一个 GitHub 账号，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按一个你自己的自己的网站，然后自己的外部感应器网站哦，所以这还蛮酷的。然后第一天大概是基本应用的部分，那因为呃参与研习的老师大部分都有一些基础，好、哦，所以大概就会。 从这个部分切入，那第二次的话，我们大概就会比较强调云端的应用。好，当你有一些呃数值资料的时候，那怎么样跟一些呃其他的部分做配合？那特别是现在的一些新兴议题，像这个开放资料 JSON 的部分，好，那还有那个 AI 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呃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扩充功能，也想一起。 配合这次一起介绍，那我稍微讲一下什么叫 OSEP 哦，<laughs> 这个 OSEP 很有趣哦，因为。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想要做 open source 这一块哈、哦，所以其实 O S 代表 open source 啊、哦，那 E 的话就是 extension、哦、就是扩充功能、哦、p 就是 platform 就是大平台。那我们也是希望呃大家能够参与这部分的一些研发、啊、或是设计啊，或是测试都很好，对，所以也是希望把这个推广出去。那欢迎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报名参加。那如果你没有套件，可以借一下好 u n o 应该大家都有。那是不是议程？等一下帮我们贴一下那个相关的报名讯息哈。那如果 如果有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参加。好，那这是我们十一月的重头戏啦，哈。那接下来我们十二月，呃，十二月的话，我们只有一场，呃，这一场是我们呃算很重要的教育伙伴哦，就是军医教育平台。呃，那其实早期我们跟那个方兴洲方老师。 呃，应该说方董事长哈、哦、做接触，然后他开始让我们把一些像 s q u i h 还有外部感应器的课程、哦、放上去他的这个军医的平台。那其实慢慢的呃就累积了一些资源哦。那其中邱老师也是一位一位大将哦，他他在上面也有不少课程哦。等一下我们会请邱老师稍微讲一下，对。 好，那我们邀请的是那个郑华老师哦，那他在十二月四号会帮我们做分享。那他基本上会稍微介绍一下目前在军医上面的呃电脑科学的课程，呃，但是呃大概不会花太长的时间。那他会比较 focus 到。 呃，目前他们现在发展的一些跨领域学习的课程，那就也非常欢迎各位老师能够参与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切入正题啦，邱文胜老师的研习哦。那上一次，上一次有一点远了哈，各位老师都还记得吗？那上一次的话，我们是介绍那个 TinkerCAD 的一个界面。那除此之外的话，呃，邱老师还把帮我们复习了一下有关于这个。 呃，电路的一些基本知识，哈、哦，要怎么算这些很复杂的东西，好，我先不要讲，免得露馅了，哈、哦。那除此之外，还带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电路实作。好。那所以说，我们呃，今天的话会就是希望邱老师多带我们做一些实作。那特别是面包板那个部分。那如果各位老师有平常有一些。 就是使用像这种面包板啊，或电子电路的问题啊，请你请各位老师不要真的不用那个太 cakey，直接就是杀上来就问他，然后他就马上做出来了。因为呃，邱老师算是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哈。我在社群里面，我们有什么不懂，我们都会问他。好，那我我想时间非常的宝贵哦，那今天下午大概就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习哦。那是不是先借我的手，先欢迎一下邱老师？ 好，那那个有没有老师要拍麦克风跟邱老师打个招呼，或是给他拍拍手一下？好，谢谢大家了。哎呀，我多拍几下，这样声音比较大声一点。<laughs> 好，那我们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师。那我现在就是把那个画面交给就是邱老师这边，那就麻烦邱老师。好，谢谢。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好、啊、那各位应该会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哈。那呃，刚刚老师有提到，哎、欸，我不是什么的，我电子电路的部分，其实我只只剩下那个 V 等于 IR g 的而已，其他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只剩略懂略懂。那呃，刚、欸、刚老师有说那个军医的部分，我先稍微提一下了哈，就是我们在课呃。 在军医上面其实就有放科技的课程，那各位去军医之后可以从那个课程探索这边点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个电脑科学哈，电脑科学，那电脑科学里面这边城市设计是老师他们放的是桂区呃那个部分的儿童城市的部分，那我们的。 像 Arduino 啦，哈，这些东西会放在机电整合这边，包括那个七六九七的部分。那所以各位老师如果呃之后有兴趣，可以在这边去点选。那我我自己的部分是放在两个地方了哈，一个是呃 Link Linkit 七六九九七，它是那个云端的晶片，但是用法跟 Arduino 是一样的。那它里面有一个基础跟进阶哈。 那基础部分是我放的课程，那不过它的概念是 Arduino 的概念哈、哦，一样是套进去可以用。啊，里面讲的是上课的方式，有点像我们上次所提的六六个步骤翻转那个科技教育课的那个部分哈、哦。然后呃，跟 Arduino 比较直接相关的呃，直接相关的是这一个部分哈、哦 <coughs>。那我的部分是放在感测器的基础课程里面。 那这里都是针对感测器的应用，哦，感测器的基础的功能的简介，然后怎么接线，然后它的原理跟简单的积木应用而已哈、哦，这边并没有类呃还没有那个类似主题课程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之后的要录制的内容了哈、哦，那所以大部分猫咪杯奶盒里面的零件这边都有，好、哦，所以呃。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像是查字典一样的一个课程，在这边去做使用哈。好，那这个是有关军医的部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要进入今天的课程哈。那今天的课程是呃是上一次的第第二集了哈，是下集的部分。那所以今天我会 focus 在那个 Arduino 的部分。 好，然后还有那个用面包板接电路的部分。那至于之前电子电路比较进阶的部分，那那个讲不完的各位就，诶、哎、自己去我们分享的那个电路图上面去看电路，大概诶、哎、可能还是要讲解一下了哈。不过这未来有机会再说哈。而我今天看到很多，今天有几位老师是高中的老师哈，他们应该比我更厉害，<laughs> 所以。 我我们在这边是诶、呃、班门弄斧哈、哦，好，那今天所以今天上课部分主要是我会先呃用个简单的例子让各位再再次恢复一下记忆，接个简单的电路在面包板上，然后我们再移到 Arduino 上面写简单的程式，好、哦，然后再会进到呃马达舵机的接电的那个注意事项，然后当然也会写程式了哈。哦 然后后面就要看时间够不够了哈，后面呃是如果不够，我们就就会跳过哈。然后呃有一些参考的 Arduino 的一些重要的呃重要的用电的尝试，我们会在边一边做的过程中一边跟各位补充。然后后面会跟各位介绍一个好用的小工具哈、哦。好。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今天的部分哈，因为一个半小时真的不能讲，没办法讲太多哈。好，那再来呃，在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免不了会有一些实际的操作，那我们希望各位操作好，把那个图剪给我们。所以我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 Windows 内建的小工具。好，那如果各位用过的话，在你的电脑。 这边哈左下角这边，你可以按开始，然后直接打那个剪剪剪贴剪取哈剪取两个字，那你就会发现它会有这个剪取工具哈这个剪取工具，那你可以按右键把它呃钉选到你的工工作诶、欸、工作列好，可以把它钉选到你的工作列，那你的工作列就会多一个这个小工具。好，那这小工具是做什么的哈？就是。 你桌面上有任何图要剪的时候，就是你要做教材了哈，或者要剪图跟人家视讯沟通之类的哈。那这时候呢，你有点这个小工具，点出来之后，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小工具。那你只要点新增，你就可以去框你要框的部分，它就会变成一张图片。好，然后同时可以帮你做复制，跟也可以存档，也可以做画技，呃，也可以在上面做画技哈。那所以你要。 剪图就会变得非常方便。那这个是内建的，你不用装任何的工具哈。那再进阶一点，如果你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快速键，比如说我我要呼叫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就直接按那个键盘上面的 Print Screen，然后它就会直接出现这个画面。那你一样就是直接直接框选你要的部分，好，就后面操作是一样的了哈。然后它就会直接存到剪贴簿。 好，那这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哈。那各位可以把它设定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一边操作，可能最后面做完之后会需要剪图贴到呃我们的那个 g 布 m b 上面哈，当做交交作业。那有交作业的，我们会有诶红、哎、咖啡豆会送给你。<laughs> 好好，那是题外话了哈。那我们今天还是呃各位就跟着上课哈，跟着操作，跟着上课，然后。 呃，作业都有交的哈、哦，我们会从里面会，呃，就是我们今天跟着上课就会抽，呃，我请奕晨待会会把名单给我，然后我们就会直接抽奖哈、哦，直接抽奖。好，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请各位登录到 TinkerCAD，我们直接做，呃，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那个 LED 电路的部分哈、哦。好，那麻烦各位先登录一下你的 TinkerCAD。 好，那如果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呢，就麻烦各位哈，就直接呃麦克风打开哈，就直接发问好不好？好好，那请各位先登录一下你的 TinkerCAD，那没有双萤幕的就可能要切换一下画面哈。那一样哈，我今天的有讲到的所有的电路，我们都会在。 呃，搜寻哈、哦，就是各位在你的 Tinkercad 的登录的画面，在右上角那个放大镜搜寻这边啊，你可以在这边直接选电路，然后直接输入 S4A 加一个减号啊，然后这样去搜寻，可以应该可以看到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了哈、啊，包括上一次的哈、啊，这个我都有把它分享出来。 那如果你搜寻不到，那应该会是上次我们讨论过的哈，应该是 Tinkercad 的小 bug 哈。好，那所以这边可以找到所有的电路。好，那麻烦各位就登录你的 Tinkercad，然后选到电路这边，我们直接建立一个新电路。好，直接建立一个新电路。那今天要做的第一个电路呢，就是把那个 LED 的电路。 在面包板上面接好，然后接到我们的 Arduino 上面。那已经会的老师，你可以先先试做一下哈。好，各位登录一下，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好，各位直接在那个电路这边点选新建立新电路。好，先到我们的工作区哈，工作底稿的工作区。好，准备好的老师，呃。 麻烦你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加一一下好吗好？我们确认一下，各位准备好。好，那如果你有听歌 K 的，你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哈。 那我刚刚那个讯息链上面那个连接可以进到我们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用意应该是你们的作业，我可以直接看得到了哈。那好，好，那我想大部分应该都准备好了哈。好，那我就直接呃直接开始操作。那各位呃呃比较没有经验的老师，我会建议你哈，你直接先看我。 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比较没有时间去一步一步，就是我做一步你做一步哈，所以我大概会做个呃几步，然后你注意看看完之后，你再再开始跟着做哈。好，所以首先我们要拉一个呃，我就开始了哈。我们首先要拉一个 LED 的电路哈。那上次有说哈，这 LED 的电路它需要一颗 LED，所以你从右边的基础元件这边拉一颗 LED 出来。 然后还需要呃电阻嘛哈、哦，所以你再拉一个电阻出来。然后我们上次呃这次希望给大家练习面包板，所以各位记得拉一个面包板啊、哦，小型电路试验板啊、哦，它叫面包板。好，然后再拉一个呃 Arduino，、哦、再拉一个 Arduino 出来哈、哦。我们先准备一下我们的零件。 好，然后呢，把这四个东西拉出来。那我们要安排零件在在那个面包板上面的位置。好，我们等个三秒钟，让各位把零件找到哈。好，那我们上次有说哈，呃、要形成一个回路哈，你的电路要形成一个回路，所以原则上我们今天现在如果把 Arduino 当做电源供应器的话。 那我待会呢，这个五伏特出正电出来，要经过呃电阻，然后再串到 LED 的正极，然后 LED 的负极再回到 GND。好，目前先把 Arduino 当做一个电源来使用，所以正电出来，经过电阻，经过 LED，再回到 GND。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把它接一下，好好，五 V 出来到电阻。 电阻到 LED 的正极，然后 LED 的负极接到 GND。好，各位这样先先接一下。我们通常都会先测试的哈，我的习惯就是任何电路我们会让小朋友先做测试，确定它呃零件没问题，然后才去做观察跟试做。好，好，所以你接好之后呢，你可以点一下模拟哈。 那点模拟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就会 Arduino 就会送电送上去，那这边就会开始提供五伏特的电压，然后如如果你有接电路，电路是通的，那它就会开始送电流出去，那你的 LED 就会亮。好，那上次我们有提到，呃，LED 的的使用哈，它的那个 LED 的上限大概是二十毫安培的功率，那如果你超过二十毫安培，它容易烧掉。 那同诶、欸，所以我们呢就把那个电阻稍微调整一下哈、哦。那这个一 k 欧姆会太大，太大电流很少，所以灯就会比较不亮。那所以我们把它调成欧姆，然后把它调大概两百欧姆到两百二左右，好、哦、都可以。所以请各位把你的电阻改成两百或两百二，那你的灯就会稍微比较亮哈、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同时因为我们等一下会。 直接把直接用讯号来点灯。那之前有提过哈，就 Arduino 的讯号输出入的范围也是在二十毫安培以内，所以你不要超过那个二十毫安培哈。所以呃，电阻设定两百，它是一个安全的范围。好，它的电流大概十六呃，在二十以内了哈，在二十以内，所以是一个安全的范围。好，完成的老师，你的你的呃。 你模拟的时候灯有亮的，请各位老师加二。好，那个一晨哈有在那个讯息列那边贴报名表哈、哦，所以如果你之前是没有报名的，请你上去补报一下名哈、哦。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抽奖，抽奖的部分我会用那个一晨给的报名表来直接。 帮各位抽奖哈，所以如果你没有在报名表上面，你可能会抽不到奖哈。好，所以各位就顺便去填一下报名表。好，那呃，老师大部分都完成那个电路的连接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接在面包板上哈，因为我答应老师今天要给各位比较多面包板的练习哈。 好，那所以我们就把模拟给停掉。那我们把面包板把这个零件移到挪到那个面包板上面，所以我就先把线给拿掉。好，那面包板上次有说过哈，这黑色的这横的这一条都是接地，那红的这一条都是正电嘛哈。好，那所以你的电路呢会变成，好，我要把呃这个。 LED 跟电阻安排进去，那所以你就找 LED，你随便找一个位置啊，把它安排进去啊，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好，那接上去之后呢，好，如果你习惯用上面，你就用上面；习惯用下面，你就用下面，都无所谓。好，那我我这样子接好了，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哈。好，那所以我如果把它安排在在这边，那这直的哈，直的是相通的。 啊，横横左右不相通，但是长条的直的是相通。那这一边呢是横的相通，直的不通，所以这一排跟这一排是不通的。那这一排跟这一排是不通的哈，但是直的绿色的，你看到它颜色一样，绿色是相通的哈。好，所以我这样安排上去之后呢，然后要要再把电阻排过来嘛哈。那可是呢，这电阻是直的，对不对？那直的你这样放的话。 不行了，因为它整排是相通的，所以我就要把电阻，哎、欸，把它转向，好，转一下方向，好，把它转成横的，那我就放这样。那放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就有相通，所以我就这里就可以不用再接线，对不对？好，这里就因为这一整排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这里就不用再接线哈。好，那所以这里是刚，如果按照刚刚的接法，我这里要接到正电嘛，哈，但我的习惯就是。 我会把接地先接到面包板的接地，好，然后呢，这边的五伏特，这边的五 V 呢，我会接到面包板的五 V，好，那个电子科都这样教的啦，所以你就先把电源先挪到面包板上面，然后再这样子统一以后，你这里的电路需要电源的时候，就直接从这边拉，就不用再去。 呃，面包板上面拉哈，那、哎、有时候面包板的五 V 只有一个，你也不够拉哈，那所以我们都统一把它接过来。好，那所以如果按按照刚刚的电路，我这边要五伏特嘛，所以我就把这一排的五伏特接到这里的五伏特，然后呢，这个要接地，所以我就把这一排直接拉到接地，这样就完成电路的连接。好，那你可以再模拟看看，它一样应该是会亮的。 啊、哦，所以如果你这里不会亮，那就是有地方接错，请各位检查一下。好，那如果早一点完成的老师也可以按照习惯哈、哦，把线换一下、哦、我们上次有说过，五 V 的给红线哈，五、哦、V 的都给红线，所以这个是五 V 的，你可以给红线。然后接地的呢，都给黑线。啊、哦，这是良好的习惯。好，完成的老师加三。 啊，要确认你会亮哦，哈，因为你会亮，你这边的电路有通，等一下才方便我们师做那个写成式的部分，所以你一定要先确定确认你的电路是好的。好，那完成的老师就麻烦你加三哈，啊，已经有两位老师完成。 好，那目前我们的 Arduino 是纯粹拿来当做电池用而已，哈，就是供电而已，还没有到写程式的部分，哈。好，所以其实你在远距的时代，哈，那个没有套件给学生，哈，其实听个 K 的还是蛮好用的，哈。那或者是说你要测试一些电路，还没买零件之前。 好，它都是蛮好用的。好，那如果老师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讯息列上面直接留言，或是开麦直接讲哈、哦。哦，零件要转向是在左上角这一个翻转的功能，哦，它可以转向哈、哦。那面包板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接哈、哦，你只要按照那个按照原则去接就好了哈。哦 啊，目前大概一半的老师有做完哈、哦。那如果你会太呃觉得我太快的话，啊、哦，那老师你就喊一下哈，卡板之类哈。哎、哦欸，不要客气了哈，因为我们假日哈、哦，各位放轻松一点。哎、欸，一个半小时真的也不能教到什么哈、哦，所以我就不会赶课哈，也没有考试的压力嘛哈、哦。啊，那个抽咖啡豆也是有报名的都会抽嘛。 所以，所以各位不要有压力哈、哦。好，那我想应该有参与的老师，大部分都已经有试做完毕了哈、哦。好，那我就继续了哈、哦。好，那接下来呢？呃，我想面包板基础部分应该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会开始进到我们就要写程式嘛哈、哦。那写程式的话，我就必须用讯号脚去控制我的这个 LED。 的开关，好，那我的电路呢也已经控制在二十毫安培的范围里面，所以基本上如果直接用讯号去做输出，哦，原则上是不，呃，对 Arduino 来讲，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哈。那、哦啊、如果你去外面买那个模组哈、哦、，Arduino 模组那个 LED 模组，它的它里面的设计就它是直接好、哦，直接用那个电源 V 去做输出哈。哦 然后，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超过二十 i 安培，哈。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要直接把这个正电端用讯号做输出，那所以呢，你你这个电路里面的连接到五 V 的这一个讯号线，好，这个电源线你要把它抽掉，我把它抽掉，我们改把这一个正电端直接接到我们的讯号，好，就是这一排直接。 接到 Arduino 的数位讯号，那零到十三呢？哈，因为零到零跟一是 T x R x 是跟呃电脑 USB 的通讯，所以这两个不要用。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直直接用那个十三号来做输出，所以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供电供给回路电电源的这个呃这条线。 我们把它改接到十三，哈，所以请你拉一条线，直接接到十三脚，好，那既然是讯号线的话，请你换一下别的颜色，好，好，各位改接一下，把刚刚那个接到五 V 的那一条拿掉，然后把它换到十三，好，换到十三。那比较讲究的老师呢，哈，你可以在这条线上面快点两下，它可以多一个点，你可以把它拉成直角，好，拉成直角。 啊 <coughs>，所以这样子你的电路会比较好看哈。好，完成了，请你加试。啊，这个动作太简单了。好，那我们拉到那个讯号第十三角位哈，所以待会呢，我们就会用第十三角来做城市的写作。 好，大部分都完成了哈。好，那么现在麻烦各位哈，你的电路应该是没问题了哈。那我们把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城市码这个按钮，请各位把它打开。好，那你就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些基础的城市可以用。那会出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把 Uno 的板子拿出来哈。那如果你今天拿的是 Microbit 的板子，那这边就会出现的是 Microbit 的积木哈。好。 那这边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积木哈，啊，它这边有一个基础的输出输入，那输出就是控制 LED 的哈，那个控制这些角位的输出的部分，数位输出的部分哈。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积木大概有哪些东西哈，它可以控制那个基本的输出输入。那这边呢，大概就是数位数位型的控制方式。 好，那这一个大概就是类比型的控制方式，然后也可以控制舵机，可以控制喇叭，啊、哦，然后可以控制那个猎鹰到串列铺，好、哦，那串列铺如果就是如果你要看到串列铺的资料，这边还有一个串列铺的监视监视视窗哈、哦，好，然后这一个是控制那个 R G B 的的灯的哈、哦，然后你稍微看一下，这边还有输入，所以你可以检测。 数位输入跟检测类比输入的内容，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呃标呃，就是这个是 memo 了哈，就是标那个城市的标注，然后跟 switch 里面常用的一些简单的控制流程跟呃流程控制的部分跟回圈的部分。 然后数学的运算跟变数的部分，那所以它没有很复杂的内容啊，所以你也不太可能做到很复杂的内容。好，那我们刚刚把那个它这边有一个内建的基础的程式了哈、啊。那刚刚这个十三的这一只脚啊，它其实就是内建的 L 的这个灯，也就是它所谓的内建 LED，就是接到十三脚位。那所以如果你直接模拟的话，好、啊。 它就会直接 run 这个程式，好，内建 LED 就其实就是十三角，那所以这是呃开一秒关一秒，好，然后它内建会重复不断的循环，那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它程式在 run，它就会开始亮灯，那所以如果你要改时序，在这边可以直接修正，好，那修正完之后再重新模拟，啊，就会看到它的模拟的结果，啊，各位可以 run 一下哈，试一下。 哦，那个接线弯曲哈，呃，各位如果要修正电路的时候，必须要停止模拟才能修正啊、哦。所以，比如说你想让这条线不要绕过 Arduino，那你就可以在线上面快点两下，它会多多一个点，你就可以拉啊、哦，就可以拉哈。啊、哦，所以呃，比较 care 比较比较那个重视那个拉线的哈、哦，也许他之后要。 要洗电路板的，然后可能就会老师就会教他说：“那你那个线不要重叠啊，所以他就会拉直角啊，所以你就快点两下就可以拉直角哈啊。如果刚好垂直，它就会出现那个蓝色的那个线哈啊，所以这样子就会看起来很舒服哈。啊，所以这是拉直角的方式。好，那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回到城市码这边。 好、哦，那如果我们要把它改成角位的输出，那请各位呢直接一样把它分开。好、哦，那刚刚讲这个内建 LED 就是十三角，所以你可以改用这个积木。啊、哦，这个第二个积木把它改成第十三只脚。啊、哦，第十三只脚。那所以这边呢，这个可以丢掉。啊、哦，一样是第十三只脚，然后低电位。 低电位就关，就是不送讯号哈，就是低电位。好，所以这一支程式，十三角 high 跟十三角 low 这一支程式就跟刚刚的程式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模拟一下，确认一下，诶，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个呃，毛老师，你直你在 Tinkercad 里面哈，你可以直接。 哈，如果你有账号，你直接登录了哈，也不一定要加我的课程，你就可以在电路这边直接新建电路去做操作。好，直接新建电路去操作就可以。那如果你要加我的课程的话，刚刚我的讯息链你往上找哈，讯息链那边有一个连接哈，你就直接从那边点进来。那加入课程一样是你要，你一样要是要去自己建立一个新电路了哈。 好，好，所以啊，如果呢，呃，老师你自己没有账号，那你在从那个链接进去之后，你直接用那个 A 零一或 A 零二、A 零三去登录，好，那不要跟人家重复哈。如果人家之前有用别的，啊，你可以挑个从后面挑了 A A 三十、A 二九，好，那就可以直接登录。那密码跟密码跟你的那个昵称是一样的哈。 好，好，那各位如果十三角的城市控制没问题的话，请各位呃加五一下好吗？ 好好，应该蛮简单的了哈。好，那这个叫做数位输出了哈，因为你的控制的选项只有两种哈，要么就是高电位，要么就是低电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把它叫数位输出，非黑即白，不是一就是零，不是高电位就是低电位哈。好，那么呃，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类比输，哎、欸，类比输出哈。 那类比输出呢，在 Arduino 里面它是属于一个模拟的状态，好，它其实是用啊数、呃、位的方式去模拟类比，哈、哦，模拟类比。那所以呢，在 Arduino 的输出里面，它这个数位脚位，它可以做模拟类比输出，也就是 PWM。那 PWM 呢，它不是每一只脚都可以做，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它有这个毛毛虫记号的三五六九十十一。3, 5, 6, 9, 10, 11, 它是可以做类比输出，好，就是我们所谓的 P W M 的输出哈。那所以如果你要做那个亮度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脚位，好，把它转到转到这六只脚的其中的脚位。那所以呢，我们改一下电路，我们把这一个这一条线点一下，然后把你刚刚接到十三只第十三脚，对不对？你可以把它转到第十一只脚。 好，把它转到第十一只脚，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用第十一只脚来控制那个它的它的亮度，好，控制亮度，好，所以请各位把刚刚的讯号从十三挪到十一，那既然十三挪到十一之后呢，那当然我们这边的的这个积木就会不一样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改用第二个积木。好，所以将，哎，不是，不是第二个哈，第三个了哈，第三个积木。好，第三个积木接角改到，你看这边点下去，它只有三五六九十十一哈，只有这六只脚，所以你可以很很清楚的知道，只有这六只脚可以做 PWM 哈。好，那所以你选到十一。 那这个数字呢，就可以从零到两百五十五哈，因为它的那个诶、欸、ADC 哈、哦，就是那个 converter 了、哦、哈，它是它的转换是八位元的晶片，精度是八位元，所以它是二的八次方啊，零、哦、到两百五十五，所以你这边给零呢，就是不亮哈、哦，所以你可以模拟一下，哎、欸，零就是没不送电。 好，那如果你给它两百五十五，把它改一下数字，两百五十五就相当于是高电位哈、哦，所以你按一下模拟，它就是全部的电，全部的功率给它。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你给它如果一半，呃，一二八左右，然后你去按模拟，它亮度就会只有一半。啊、哦，所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数字，零到两百五十五都可以。啊、哦，如果十二。 啊，它就一点点亮，好，所以这个亮度就是可以调整的，好，这个叫类比输出，啊，或者叫，呃，功率调整的输出，啊，那如果你是高中以上、国中以上，你可以讲那个专业名词，脉波平宽调变 （PWM）。好，各位可以试一下了哈，那。 好啊，如果比较厉害的老师，可能就可以开始呃设变数，然后让他这个数字可以从零到两百五十五，然后再从两百五十五到零哈，那个呼吸灯慢慢变亮，慢慢变暗哈、哦。好，那我们待会再来做了哈、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有没有任何老师有问题？好、哦，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要开始进阶喽。这个部分是最简单的。 啊，电路跟面包板跟基本的写程式的部分。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老师，啊、哦，哎，我们就是来一点点小小的挑战哈、哦。刚刚呢，我们是一个灯，对不对？一个灯的回路，好、哦，一个灯的回路。那现在。 请各位把它改成三个灯的回路，然后呢，三个灯的回路呢，我们把它接在，我们同意一下了哈，接在九十十一啊，接在九十十一。那我们要做红绿灯，好、啊，红绿灯，那所以你等一下三个灯就红黄绿，把它改成三个颜色，好、啊，三个回路，然后接在九十十一。 好、哦，那各位可以开始做了哈、哦。那如果你会写程式的，的程式也可以先一边写了哈、哦。好，各位开始做哈、哦。那我就一边接电路啊。你如果不会，你就可以看着我做哈、哦。那各位会的就自己开始做了哦。好，所以我要安排三组。啊、哦，所以我就把它。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按右键、呃，呃呃，啊，直接按 Ctrl+C 哈、哦、，Ctrl+C，它没有右键哈。好、哦、，Ctrl 选它，按 Ctrl+C，然后找一个位置，Ctrl+V，啊、哦，再挪个位置，再挪个位置，啊、哦，然后这一样，Ctrl+C，Ctrl+V，啊、哦，放个位置点一下，Ctrl+V，放个位置点一下。 好，然后改一下颜色。绿，啊，电阻都一样哈、哦。好，所以这个负角呃负极都要接地哈、哦，直接接地，换成黑色。 好，然后它的正极呢，接电阻的那一边要接到你的讯号，所以我们就把它接到九十十一，换一下颜色。 好，那如果呃电路不是那么清楚的老师，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哈，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好，讯号线出来到正到那个电阻，然后穿过 LED 呃透过 LED 的正极，然后负极回到接地啊，参考了哈。 好，呃，电路接好的老师，在讯息列上面输入一个六啊，输入一个六。 目前已经有八位老师做好喽、哦，啊，所以各位面包板也不难嘛，哈，就是那个谁跟谁通，哪一个是直的通，哪一个是横的通，你把它搞清楚，然后中间楚河汉界是老死不相往来啊，就这个原则而已。然后我们的接线呢，大部分电子科都会走直角啊，非电子科无所谓哈。 然后颜色，啊、哦，稍微留意一下，啊，这样子的几个通则，如果你把它教会学生，我想后面他们就比较不会接接错，啊，接错电路的部分。好，我们再等一下，啊，已经有十二位老师做好了，好、啊，那做好老师，你可以先做你的程式，哈、哦。 好，那我也一边做了哈，我也一边做，然后诶、欸，各位老师就比较对程式不熟的也可以参考一下哈。那我我也会一边做一边讲哈，啊，会自己做的老师就自己做。好，那红绿灯的话，哈，我们就设定，比如说，呃，红灯亮亮三秒钟，然后。 之后那个黄灯快闪三次，然后就跳到绿灯啊，然后这样循环哈。好，所以红灯亮，红灯是第第十一只脚啊。所以你这个接线其实可以照那个颜色去换换颜色的哈。好，十一只脚，所以我第这个数位类比都可以哈。好，十一脚。 啊，我我会习惯把三个灯一起处理啊，十九四十一，啊，所以红灯亮是这样，另外两个是关掉，好，五秒钟，所以你要等待、欸，哎，我们三秒就好，不要太久，好，然后这时候黄灯快闪三次，啊，黄灯是十哈。 所以黄灯单独快闪三次，高低高低，快闪我们把它零点二秒，好，控制这里有回圈，重复三次，好，再来呢。 呃，前面两个灯要全部熄掉，然后跳到绿灯亮。所以我们把这里复制一下，改成绿灯亮。所以前面两个都关掉，这里打开，好，亮三秒。好，那呃，各位老师在看，哎、呃，各位老师先暂停一下，先看我一下哈，先看我的一下，我先稍微讲一下。 我们在教学生在做这个，不管是写程式还是做电路的时候，要有一个那个呃系统切割的一个概念哈。运算思维里面有一个系统拆解嘛哈。那所以你在做做这些练习或做示范的时候，你要你要我们刚刚讲红绿灯嘛。那红绿灯它有三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部分红灯亮五秒，第二个部分黄灯快闪三三次，然后再来绿灯亮五秒。 所以你要把这三个式拆开，拆开之后呢，你在包括你示范在写程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单独红灯亮的这一个部分，好，然后你可以单独测试，然后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是那个黄灯，黄灯闪三次，快闪三次，你把它分开做，好，啊，分开做，分开测试，然后绿灯亮五秒，好，啊，你三个都分开，先不要放在一，先不要就直接连上去。 三个都分开，然后个别做完测试，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好，各个每一个部分都没有问题之后，你再把它接起来，好，再把它接起来。那这样子呢，会有助于他在学运算思维的系统拆解。好，他在做事以后就会说，诶，那我这个部分 A 部分先做好测试，没问题，再换做 B 部分，B focus 在 B 部分做好，没问题。 我再啊、呃、测试 OK，那我再换做第三个部分，那三个部分都个别做好之后，我再把它斗起来啊，把它全部斗起来，就小系统做好之后，再把它接在一起，就变成整个大系统啊。所以你这样子在做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有问题哈、啊，而且就是你要检测哪里有问题，也比较容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在。 教学生的时候，有一些概念可能要稍微翻转一下。你教学的流程稍微翻转一下哈、哦，这个是要注意的事项。好，那所以你程式写好之后，各位可以直接 run 一下哈、哦，看看有没有照你想象的一样。哦，红灯亮三秒，快闪三次，然后跳到绿灯，然后三秒之后再跳回红灯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做好的老师。 好，注意一下哦，重点来了哦，要交作业喽、哦！啊，重哎、欸，那个麻烦各位，这里有一个注解，好，注记工具，请各位，如果你确认没问题之后，好，停止模拟，然后你的城市要要那个区块要开着哦，然后把你的那个，好，你的城市区块开着，然后请你点一下注解。 啊，然后会拉一个那个注解的工具出来，把你的名字打上去。啊，要有你的名字哦，啊，哎、比如说邱文胜 Number One 啊，随便你打哈、啊，有要有你的名字，然后这个城市码这个要开着，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工具有没有？啊，刚刚那个剪贴工具啊。 各位可以把它叫出来啊，把你的图跟你的城市一起剪下来，然后中间会有你的名字呗。好，这个图呢，请你啊呃存档图片啊，存档之后呢，我等一下会在讯息列上面贴 j u m b o 的位置，那就请各位哈、啊、等一下哦。 我等一下会开这个捐报，然后我把那个捐报的位置给大家。好，请各位呢在这里呢就把你刚刚那一张图片新增，把它传上来。图片。好，把这张图片传上来，然后稍微缩小一下，找个地方放就好。 啊，这个就是你的作业啊，麻烦各位哦，啊，做好的老师，那全部都做好，请你在讯息列上面加七，啊，按个七哈、哦，谢谢大家，好，各位加油、哦，还、啊、有任何困难，请你就直接麦克风打开，啊，麦克风打开，然后就就直接问，没关系哈。哦 好，啊，已经有老师在交作业了。啊，中间要有你的住记哦，要有你的名字哦，还、啊、要同时看到城市跟跟那个图片哦。啊，啊你的作业区呀、啊，放大缩小可以用那个滑鼠的滚轮哈。啊 这些都是高手，动作很快。呃，我们刚刚说那个抽奖哈，就是你有今天有参与课程的，我们会随机抽五位。然后那个，如果你的作业都有交的哈，哎，我们也会再送了哈啊。但是如果重复就就只送一个了哈啊。但是你作业都每次作业都有交的，我们就就不。 哎、欸，就不不用跟大家那个用几率去抽了哈。好，作业有交的我就都送，这样好不好？他、啊、每次都有交的哦、喔、哈。但是有最后一个作业有点困难了、喔。哎、欸，其实没有很困难啊。好，好，那各位就一边贴了哈，一边贴，然后。 呃，都好了，都完成了，你就在讯息列上面输入个七哈。哎呀，真可惜，李老师用平板不好操作。啊，那那个我问一下，李老师那个平板，听个 K 的应该也是可以操作吧？只是没有那么顺，对不对？好，那个输入什么就比较慢，对不对？对，好，没错，哈。 所以，呃，听个 K 的，因为它是那个 HTML 五的技术哈、哦，所以它跨平台，所以平板也可以操作啊、哦，只是说你在拉那个线呐、啊，在输入就比较速度没那么快哈、哦，啊，所以就是上这种课还是会尽量鼓励用用电脑、用笔电、桌机哈。哦 好，那我们再等一下下。那那个需要上厕所的老师，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哈，我们再再三分钟好吗？哦，再三分钟，然后呃，已经做好老师，你可以上厕所哈。啊，我们就不赶进度哈。 哎，娟宝，我我有我那个链接是有开放存取权的、啊，我再贴一次哈，你会不会进进到老师的去了来？来这个链接，哦，简老师用这个链接试试看。 啊，顺便提一下哈、啊，这个倒数计计时的工具，呃，那、這个提摩豆哈、啊，各位上网搜寻一下提摩豆，它有提供这一个还不错用的工具哈、啊，这个叫做 Hi Teach，然后它是教师是免费的部分，啊，啊它旁边就会有点像那个呃白板工具。 啊，各位以前有那个触控白板的工具，好、啊，这很多工具都有哈、啊，很多教具，包括那些什么三角板啊、量角器呀、啊，还有那个这这个东西，哎，这个这个你要花四千块去买那个剪报笔才有的，它有，不用钱啊，啊，画技，一幕画技那些都有，啊，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使用有有，啊，有梦化剂，还蛮好用的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要继续喽。好，感谢各位老师前面基础非常基础课程的参与哈。 那接下来呢？呃，我们来试一下其他的的部分哈、哦。呃，请各位稍微往下拉，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呃 L E D R G B，好、哦、R G B 灯，R G B 灯。那我们把电路改一下，好、哦，把电路改一下。我们现在改成等一下要做那个混色的练习哈、哦，混色，然后呼吸灯的练习。 那所以呢，我们把它改成这个，好、喔、，R G B L E D 灯。那这个 R G B L E D 灯呢，哈、喔，你的接线，你那个滑鼠指过去，它就会告诉你说哪一条是负责什么颜色，啊、喔，然后那个接地是阴极，哈、喔，阴极，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方接到接地就好。那 R G B 我们在实验的时候，通常会偷懒，只接一个。 呃，LED，啊，只接一个电阻哈。那事实上它是三只脚都要接电阻啊，这样会，呃，在混色的时候它才不会跑掉，那个电流才不会乱跳哈。那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要在这边接电阻的啊。那所以我就直接从这边改哈。好，所以我应该是要在这里接电阻，在这里接电阻。 然后这个是接地，然后在这里啊接一个电阻。好，那我这个就不要了。好，所以这个是我先把线接好。好，接到这边这个，改接到这边，然后这个改接到这边。 好，然后接地直接拉一条，这里到这里接地，黑色。好、啊，这个弯曲的地方，如果你要拿掉，就是把这个圈圈直接 delete 就好。好、啊，弯曲的地方要拿掉，把圈圈直接 delete 就可以了。 啊，那你也可以根据这个颜色去把线调整一下，这样你比较好操作哈、哦。所以这个是绿色，所以这一条回路这一个我把它改成绿色。好，那这一个是蓝色的回路，那所以我把这条线改成蓝色。好，那这条线是红色的回路，我把它改成红色。好，那这边其实不用电源的哈、哦。 因为我是用讯号在点灯，好，所以你看哦，这个 LED 就是绿色的回路这样子跑，跑到这里，经过电阻，它的正极进去，然后从接地回来，好、哦，那蓝色也是一样，从这里进去，然后从接地回来，然后红色也是一样，哦，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回来，哦，这样三原色的线就都接好了，啊、哦，那这个是 RGB 灯。 来，各位接一下啊！接好的老师，请你加，现在加几了？加八、啊。接好的老师就加个八哈。 呃，有有老师问说，练习账号里面的习作汇出到自己的账号、欸，哎，不用汇出，你练习的东西会在你的账号里面，所以不用汇出。它、哎、好像也也没有汇出的功能哦。啊好，你你在不管你是在我课程的，还是在自己的账号里面做的，都会在你的账号里面。好，所以你做的东西，你回到你的首页。 它都会在你的电路里面，好、哦，都会在你的电路里面。然后，如果你是在课程里面做的，它好像也会存一份在课程里面，啊、哦，所以也也会存一存一份在你的课程里面哈、哦。所以这边应该都可以找得到。那基本上你的你的电，就它这边有一个分类啊、哦，你要点那个电路的部分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电路里面。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找不到哈。好，那大部分都完成了啊。那层次的部分呢？我想各位老师应该也。 也蛮蛮容易的了哈，刚刚是九十十一嘛哈，那所以呃我们用的是 P W M 嘛，所以你要用这第三个积木输出的第三个积木哈，然后我们是九十十一，所以你要九嘛哈，九是我是绿绿色的啊，所以是九是绿灯，所以你如果这边亮二五五的话，你可以模拟一下，它应该会亮绿灯，好亮绿灯哈。 那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试一下。那你的十呢，大概就是亮蓝色的灯，啊，然后十一呢，就是亮红色的灯，好，好，这没问题，好。所以呢，我会复制三个。如果你要混色的时候，就是一个九，一个十，一个十一，哈。好。那至于那个三个颜色是多少的值，混出来会是什么颜色，各位就可以去。 网络上直接搜寻了哈，那个叫做 R G B 配色表啊、oh,，R G B 配色表。那这边呢就会直接告诉你说什么颜色数值，R G B 的数值多少，混出来会是什么颜色啊？Oh, 这边有一个大概的参考了哈。比如说我要这一我要这一种绿色，那我就嗯，R G B 就是三四一百三十九三十四，好，我就大概试一下。 啊，R R 是十一啊，三四，然后 G 是绿色，绿色是一百四十一，啊，另外一个也是三十四，好，你再 r u n 一下，去看一下那颜色是不是相近，哎，有点差别了啊，有点差别，好，G 是九。 哎、欸，我我弄错了哈，三四这边才是一百四十一。好、啊，这边颜色就会跟那个刚刚那个配色表差不多了哈、啊。啊，但是因为荧幕的关系啊，还有那个电阻的关系哈、啊，事实上它要很准的出现那个颜色，它电阻要算过哈。哎、啊，好、啊，所以我们的模组都我们的那个。 RGB 的模组哈，你外面买的那个教学用的模组，那个都很便宜的模组，它不会跟你算那个那么准的电阻，所以那颜色都会有点差别哈。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哈，各位就可以试着去做一些配色啊，做配色的的练习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要给各位做那个呼吸灯，就是三个颜色轮流亮啊。 你可以参考了哈，可以参考。那我直接拿那个范例，我们的范例里面就有那个 RGB 的。哎，这样找找不到，S4A9。好、哦，我有给各位那个范例了哈。哦 这 R G B 呼吸灯练习，这个 S 四 A R G B 呼吸灯练习，好，你可以直接开这个档，你也可以用你的来做哈、哦。那我记得我好像有把城市写进去了，所以啊，我这个是没有放在面包板上面啊。好，然后城市码啊，这是一个颜色的呼吸灯。好，那我一边模拟一边讲，稍微讲一下哈。 好，那这是呃，我没有让他从从一啊从零跑到两百五十五，因为那个时间会比较久，所以我我让他就只有跑二十五次，然后一次跳，哎、欸，好、哦、一次跳一而已，呃一次跳十了哈，所以是一次跳。 跳十哈，零十、二十、三十这样到两百五啊，然后变亮，然后变暗，这是一次的回圈哈。好，那这是第第九只脚啊，第九只脚。那第九九只脚这边呢是绿灯啊，这边是绿灯。好好，这是一个呼吸灯。那所以如果你要做做另外一个颜色哈，就复制一下，贴上去，然后这边就要改成第十角。 啊，第十只脚，啊，我们再重新 action 一下，这样就会有两个颜色轮流。第十只脚是黄呃蓝色的灯哈、啊，对，它就换蓝色的灯呼吸，然后再回到绿色的灯呼吸。好，那这个就各位参考了哈、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讲到这边了。好，那么接下来哈。啊 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下马达，马达的部分，舵机的部分，哈、哦，舵机的部分，啊，所以我直接再开另外一个，麻烦各位再开另外一个新的电路、啊，请各位开新的电路。那我们讲舵机哦，那所以麻烦各位拿一个舵机出来，啊，舵机在右手边这里有一个舵机，那一样是拿面包板。 跟 Arduino 好面包板跟 Arduino 好，那呃，为了为了方方便观察了哈，我们把舵机转转一百八十度一下。好，好，那这边各位注意一下哈，你的舵机啊，这边有三个洞，对不对？三个洞，那你如果这样直接放上去，基本上它不会连接哦。 没有连接哦，所以你还是要拉线，还是要拉线哈、哦。所以即使你这样放上去，你还是要拉线拉到这边来才算数。好，所以你要拉线拉到板子上哈，这样才算数哦哈。好，那呃，我把它放过来，好，那我一样。 啊，那这边再注再,再注意一下，我们之前有讲过哈，因为舵机它的启动的电流比较大啊，就是这种这种直流马达东西启动电流比较大，所以比较妥当的做法是电源要另外准备。那所以各位，请你再拿一个电池盒出来，把它改成四个电池，六伏特，好、啊，然后我一样转个方向。 好、哦，然后这个正极呢，我就把它接到我电，现在电源从这边拉。好、哦，哎，好、哦，那这个转方向好像转的不太好。好、哦、看你了哈，喜欢就好了，随便。 好，我们等一下呢，舵机统一由外部供电哈、哦，就是用电池来供电哈、哦。这样子你在可以避免你在操作 Arduino 的时候宕机哈。那即使你接接多个舵机，它都不会有问题啊、哦，都不会有问题。你不要电不要从这里拉哈、哦。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线，好、哦，这个线直接拉到，哎、欸，所以我们接这边应该比较合适。 接这一条啊，好，我们把这里的舵机的电源，舵机的电源，咖啡色是接地，直接拉到接地，红色是五伏特，直接拉到五 V，这样子你的舵机的供电就会从电池盒这边来。好，舵机的供电一律从外电，从外面的电进来，不要去拉 Arduino 的电。好，这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哦，比较正确的做法。好，那至于那个 Arduino 的讯号呢？这个讯号线你就要拉到 Arduino 的脚位上。好、哦，那假设我们等一下要用第十二只脚好了，你就把它拉到十二。好，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哈、哦，各位，你看哦，Arduino 的讯号线这边十二出去到舵机，有没有回到 Arduino 上面？如果没有的话， 这一条路不通，讯号就传不过去。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阿纽 Arduino 的接地也要跟这边接，所以 Arduino 的接地也要跟这个接地接在一起。所以你要拉一个 Arduino 的接地过去。好，这个就是 Mega。各位，这个就是 Mega。Arduino 的一样要跟电池盒共地，好，共同接地，要跟舵机共同接地，这样三个接地都在一起。 啊、哦，这样子你的讯号才会有去有回哦，有去有回哈。啊、哦哦，这是注意事项哈、哦。好，那你也可以一样调整一下颜色。好，接好的老师，请你输入九。啊、哦，这是舵机的电路。 啊，你会发现啦，哈，如果你没有这样接哈，你在用 Arduino 直接呃把舵机接在 Arduino 上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线一插上去，你的 Arduino 马上会跳电跳开，然后你的那个比如说你是用 transformer，它就荡掉，啊，因为它那个马达哈、啊，它需要的从静止到送电启动的那一刹那，那个静摩擦比较大。 所以它需要泡比较多，将近两百毫安培的电。那 Arduino 呢？它的电源的限制是，在补充在那个我给各位的文件里面哈，它的总输出入两百毫安培。所以包括它的 CPU 的用电，你一次你马达接上去用两百毫安培就会跳掉，已经超过临界哈，超过临界。那所以建议各位那个电都直接外接会比较安全哈。 好，那各位都接好了哈。好，接好一样，我们把程式码打开哈。那因为刚刚如果你是接在十二，那你就直接用十二去控制。那所以我们的第四个接角是啊伺服机的接角啊，那你就把接角改在第十二，然后这边呢就可以控制那个旋转的角度啊。假设我现在转九十度好了，那你去 action 一下。 啊，它的那个啊舵、哦、片就会转到九十度的位置。啊，那你可以再改个角度试试看，比如说一百八，Action，啊，它就会转到一百八十度。啊，所以这个舵机是零度到一百八，所以你这边的数字只能零到一百八哈。你可以测一下。那如果你要它呃一直转呢，啊、哦，我们一样就是，比如说一百八跟九十度。 然后接上去哈，接上去，那一样让它做，呃，它会一样会直接做循环的哈。但是你在这样，如果你中间没有等待时间，你直接 action，你就会发现怪怪的，啊，就不理你了。我要起来，踹起来哈。好、哦，这是因为哈、哦，你看它模拟的还蛮真实的哈，因为那个舵机的转动它是马达的物理动作嘛哈、哦，所以它需要需要时间。 它不是那个瞬间移动哈，它、哦、不是忍者没有学过瞬间移动，所以你中间一定要给它等待时间啊，等待的时间要长到足够它在真实世界这样转过去啊，所以你必须要给等待时间，等待时间足够它才会看起来正常啊，所以你再去 action 它就会正常的转动啊，正常的转动哈、啊，好，所以这个是使用舵机要注意的事情，好、啊，各位试一下哈。 那我想这个部分比较简单了、啊、哈，简比较简单，应该没什么问题哈、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舵机的程式，其实哈、哦，各位呃，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啊。你你在选这个舵机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它其实有另外一个选项。好，它这舵机有两种了、啊、哈，一种叫做呃角度的那种方向的舵机。 那我们目前预设就是这一种转角度的，啊，就是就就就叫舵机。那另外一种叫做连续伺服机，就是它可以正转、逆转，啊，这种叫做连续伺服机哈、哦。那所以如果你选连续的时候，它会变成这样。那连续的话，它的积木是积木的用法是这样哈、哦。它的中心的角度在诶、哎、这个模拟的城市中心的角度是九十度。 那所以，如果你给九十度去模拟，它就不会动，因为它这个是中刚好在中间值。那如果你把它往右边一点点，比如说八十八度，好，就是偏离那个九十度少一点，那你去模拟它就会开始转动，好、哦，所以比较少它是往右转，然后速度是，你如果少一点点，它转的比较慢；如果你少很多，比如说， 五十度，它就会转很快。好，因为它就离偏离中心比较远，功率就会比较大。好，这是它的用法。那如果你是往左边偏呢？比如说九十二，啊，九十二就是九十的左边，它就会逆转。好，逆转，那功率就比较少。那如果你偏的多一点，比如说一百二十度，那它就会逆转比较快。 好，这个是连续舵机的用法，各位试一下哈。这个在那个，如果你在那个 Arduino 套件上面哈，好，要跟各位讲一下，你我们买的那个，如果你买连续伺服机，那我们真实世界的那个连续伺服机哈，呃，它的中心的角度不一定是九十度啊，你买来要测一下，有的会在六十六度左右，有的会在八十八度左右。 啊，所以你必须要先去抓那个中心点，抓到中心点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测试说我要左转还是右转，我要快还是慢，啊，这个叫做连续伺服机哈，所以你买的时候会有两种，你要注意一下。那也有，其实也有那种零到九十度或零到两百七十度的，啊，所以买舵机的时候都要根据你的需求去挑选。好。 那这个是，呃，舵机的部分哈、哦，所以电源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那像这种，呃，舵机直流马达哈，嗯、哦，减、呃、速马达、舵机或者是灯条，啊、哦，这一类比较需要大电流的，你都特别要注意那个外接电的部分哦，外接电的部分。那所以如果你要加第二颗舵机呢，哈、哦，就是我这边就直接示范了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你就。 就一样呢，你就是把这个电源的部分，好，电源的部分就一样要直接连连到那个外电，好，就电源都接外电，只有讯号接到 Arduino 上面，好，所以舵机都这样接，你的电就不会有困扰，就不会有那个宕机的问题。好，那继续，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再做后面的练习了，哈。 那麻烦各位要进到，呃，我先讲一下作业。哎，各位挑战来了哈！刚刚讲那个不要前三位哈，我们现在出这个作业，我们挑战时间到今天晚上六点为止哈。那六点以前你有做完，你就把它贴到那个捐报，我把捐报的位置先给大家。好。 呃，请各位把它贴到第二页，这跟刚刚一样的位置了、啊、哈。请各位切换到呃第第五页哈，第五页,、啊、第五页那个前面几个我们就没有时间练习。各位切换到第五页，等下把你的做的那个作业贴贴到第五页哈、啊，第五页。那什么作业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作业是这样子哈、啊，就是呢你要做。 呃，依照明暗去开，用舵机去假假装去开窗户，也就是说，你要接一个那个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电路，然后你要你要从那个 Arduino 上面的 A 零到 A 五去搜那个光敏电阻的亮度，然后搜完亮度之后呢，你要根据那个亮度的值去控制舵机的角度。 啊，去控制舵机的角度，所以你会有一个输入系统去观察那个 A 零的数值，然后会有一个输出系统去转舵机的角度，然后这中间呢会经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换算，啊，简单的换算，那这个是比较算比较进阶的挑战。那各位做好的话，一样用刚刚的方式把那个电路跟程式，啊，就直接贴到那个 j u b o 上面。那有交这个作业的人就是。 作业有完成的人，我就会把咖啡豆寄给大家啊、哦！各位六点以前哦，六点以前哈、哦，麻烦各位，这是今天的作业。然后最后呢，在今天的结尾哈，好、哦哦，那个今天的结尾呃，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哈、哦，那个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呃 Arduino 用电的部分，如果你要知道你的电路大概耗掉多少的电电压、电流。 你怕超过会宕机重开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其实一个才好像一百多块，你可以去买一个测电 USB 的测电棒，好，那它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你现在总用电量是多少，呃，电流是多大，哈，所以蛮好用的哈，这个给各位知道。然后再来最后在结尾结尾的部分，我要麻烦各位一样那个三三三学习单。 我一样把它贴到讯息列。好，麻烦各位顺便贴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你学到哪些关键的知识、技术，或者是你的想法啊？你可以在课堂上怎么用？那还有没有一些不清楚需要厘清的啊？那或者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部分，请各位就贴一下那个便利贴哈。麻烦各位帮忙一下。那我想我今天的课就暂时。 进行到这边啊,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待会呃，等老师呃收尾收完之后，上次有位老师说分压的原理他还不清楚，那我再把那个分压的部分再做一个补充哈。啊,啊，麻烦各位一边贴一下这个，然后我就把那个呃画面还给老师，好，谢谢。 好，呃，非常谢谢邱老师的分享哦。我想大家刚在那边操作都还蛮忙的，但是觉得还蛮快乐的哈。因为其实呃，很多时候我们每个老师面面临那个面包板都有点恐惧啊哈。对，然后可是如果没有实际就是说真的走过一遍，然后我想。 可能透过模拟的方式，大家在心理上就是模拟 OK 之后再来做。我想，不管是学生跟老师的信心就会比较强一点，哦，因为在模拟上你就可以可能有出错，但是不比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哎、欸，可是。 那个邱老师，你给我们的那个作业，你可以多提示一点嘛？趁大家在写那个三三三学习单，哦、不然感觉上好像今天晚上六点没有人能够拿到你的咖啡，<laughs> 好像感觉你又设一个陷阱给大家。<好>因因为你好像有讲那个数位的部分，但是那个類是、啊、我没有讲输入哈，類比,哦、类比没讲哎、欸。我现在、啊、<laughs> 好,好好，那我们就那他各位不在意那个多点时间啊，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类类比输入的部分哈、哦。 好，那我直接开一个新的哈、哦。好，那么所以你要去用那个光敏电阻去收资料。那光敏电阻收资料的时候啊，呃，我现在会讲比较快一点哈、哦。好，那一样会需要到一个一个电路嘛哈、哦。那我就不用面包板了、哦，时间来不及哈、哦。好，那所以我。 我会需要一个分压，简单的分压电路。那我们的零件里面有一个光敏电阻，啊，所以基本上你串一个串两，这等于是两个电阻了哈，两个电阻，一个是光敏电阻，一个是一般的固定电阻。那所以我就给它送个电，五伏特，然后这边接地，啊，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有电经过这两个电阻，然后回到回到 Arduino，这个电就会通。 那电就会通的情况下，我们要去，我们去那个测，我们用一个 A 零，哈，去测这中间分压的的电压，测中间的电压，哈，好,好，所以我就测这里的电压，那测这里的电压呢？所以如果这光线不一样亮的时候，基本上这边的数字，这边的电压值应该会跳动，好，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再拉一个电表，好，我一边接地，然后这我们要测的是这一个点的电压，所以我们把它接在这里，好，当我 action 的时候，好，各位看一下，现在是二十七点七伏，那你这个光敏是可以模拟的哈，所以你去调动，各位看到吗？电压是有在变动的，所以光线的弱跟强数字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数字如果收进你的 Arduino，那个数字就会不一样好。好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表拿掉，那我就直接把这一点有没有接到 A 零嘛？那我接到 A 零的话呢，我就去看 A 零的数字，对不对？所以我在输入这边就会有一个读取 A 零啊，读呃读取类比角位，我是放在类比 A 零。那这个数字要怎么呈现？ 啊、哦，这里各位，这里有那个输出这边有列印到监视的那个那个串列副的监视器，所以你把这个数字把它丢进去，啊、哦，丢进去，然后丢进去呢，啊、哦，那这个的意思，这个后面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换行，就是我们要贴到。 串列监视器的时候，你贴完这个数值之后，它会顺便再贴一个换行，它就会跳下一行哈、哦。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读取感测器的一个积木。那因为不想让它跳太快，所以我就等个零点五秒。所以每零点五秒它会贴一次，所以我就 action 一下，然后顺便我把这个串列监视布打开，有没有？各位看到这里有一个数字，对不对？就会一直跑出来。那所以我就开始去模拟。 有没有看到数字变了？啊，数字会变，啊，会变，啊，那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收到那个感测器的数值。那所以你只要再去接一个舵机，然后把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呃，如果我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下，这个最大的数值是六百多嘛？那是不是你只要把这个数字透过适当的运算，就可以去控制舵机的零到一百八的角度？ 就是模拟那个开窗的那个动作，好，好，所以我的提示应该这样就够了吧？嗯，大家赶快截图一下，<laughs> <laughs> 这样听起来比较有希望。这样子，<好>对，好。那刚刚好像有老师在讯息里有提问到，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小软体的名称，应该是那个画技的，荧、哦、幕画技的软体。OK，<好>是。那以前我们就是荧幕画技会有荧幕画技的软体，然后那个。 那个就是会会弄一堆小软体的哈。那现在我觉得，因为前几天呃，提魔豆，好、哦，各位搜寻一下提魔豆，它是一个教，应该是一个教学平台哈。那它有一个提供一个软体哈，啊，这个网易资讯的提魔豆哈，它这个软体蛮好用的，在产品方案的。 呃、嗯，对，产品与方，看一下，应该是产品与方案。哎、嗯，哎，等一下啊，下下载专区啊，不好意思，那个下载专区的软体下载这边，它有一个叫做这个 High Teach 五这个这个软体，各位下载回来。那下载安装之后啊，好、哦、，High Teach 五哈。 它是一个免费的，好，免费的老师是免费的哈。那它也有手机的 APP，那装好之后会长这个样子。你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它会，呃，打开它第一次会出现那个白板的画面，然后你直接把它缩小，它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工具在在下角。那你就可以呢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它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当初那个触控白板的工具。 所以你就可以用，比如说你要画技，这个就是画技，然后可以选颜色，你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画，说明哈写，然后标呃标荧光笔啊荧光标示，然后可以打字，可以擦掉啊擦掉，然后工具列哈这边有教具，这边教具呢，如果你是要比如说刚刚哎，请各位注意这个地方有没有，这就是刚刚那个剪报笔的的系统。 帮你省了四千块这样，然后这边有其他的，像这个遮罩，诶，这边给你看啊，可能我右边有放答案，啊啊，你就可以用这样这种方式去做做。所以边有一些蛮好用的小工具，包括数学的量，呃，你要量角器啊，什么都有，啊啊，大概然后像计时器，这刚刚计时器，啊，所以蛮好用的，免费的。 诶，那邱老师，你刚刚介绍那个 USB 测量电压那个，可以再多讲一点吗？哦，好，那个叫做个怎么用？诶、哎哦。好，喂，它的长相哈、哦，就是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哦、啊，因为我们一般玩 Arduino 的，我们都是用 USB 去接嘛，那所以你就是电脑端你先插这个插上去，然后你的 U US, USB 跟 Arduino 的连接线就插到这里。 那所以它的 Arduino 那边的所有的用电量，它这边就会显示，就这么简单，感觉非常的方便好用。对对对，啊可以看到电压啊跟电流啊，主要我们就是看那个电流有没有超过。那电流怎么样就知道要要注意？那个电流数值。好，我给各位那个 Arduino 的的电源能耐这边哈，这边可以，这边就是啊，这个最重要的、啊。 就是如果你要直接用它的讯号脚位去做输出，啊，刚刚讲那个 D 零到 D 十三，跟 A 零到 A 五，你要去做让它去做输出路，它每一只脚就不能超过二十毫安培，所以你自己后面接的电路或者模组，比如说你刚刚用 D 十三直接去控制那个 L E D，你那个模组的回路就是不能超过二十毫安培，如果超过就会烧掉，好，那个回路就会烧掉，那。 其实 Arduino 它还还有一个容许的上限呐，所以你超过一点点其实还 OK，好，但是绝对不能到四十。好，好，那总输入总输出输入就是你的，比如说 D 零到 D 十三跟 A 零到 A A 五，你接了很多个电路，很多个模组，那但是你的总电流就不能超过二十毫安培。如果超过，你的 Arduino 就会一直当掉重开，当掉重开，或者会烧掉。哎，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各位老师，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等一下可以再问。因为邱老师好像要讲一下分压，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大概三点三十六分了，所以邱老师你要快一点。<laughs> <laughs> 对我希望说，我们大概 <laughs> 不好意思再留各位老师大概三四分钟，让让邱老师把这个部分讲完。我想这这个非常重要了哈。对，那呃我就直接先结尾了啦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就是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真的蛮棒的哈。就是。 透过这个一个半小时，然后把这个学习过，然后自己也感觉上，诶、欸、会比较比较比较安心啦、喔，哈，对，有时候你自己在操作的时候，然后如果以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那个跟这个邱老师请益哦、喔。好，那就再麻烦邱老师，谢谢。好，那呃分压的部分哈、喔，就是我们现在分压的话，就是要有两个以上的电阻，那你可以都是固定的，你也可以其中一个是可以变的哈、喔。 那这样子就就会有分压的效果。那我直接，呃，看我直接用那个可变电阻好了，好，这个可变电阻。那所以，我就会把它接到这边，然后接过来。那所以电路会经过两个电阻，那其中这一个是可以变的。那它可以调那个呃电阻的上限。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我把它给十 k 好了，假设这个十 k，那我这个也给它十 k。 十 k 是上限哈，所以就是两个都是十 k 的，现在是串联的状态。那两个都是十 k 串联的状态呢？如果你去量电压啊，如果你去量电压的时候，我现在都是量对地的电压哈、啊，对地的电压。所以我如果量这这边，那肯定这就是零嘛哈、啊。各位看啊、哦，因为我是直接量这里的。 那这一点跟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我如果量这边，其实就是一样的接地了哈，就是零啊，这毋庸置疑哈。好，那我如果量这里这一点，各位这一点是接到哪里？接到五 V 嘛，好，所以它一定也是五 V，毋庸置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量中间这一点，如果你量的是中间这一点，它就会量的是。 这这从这里到对地的电压，好，这里到对地的电压，所以等于是降在这个电阻上面的电压。好，我们去量。那因为现在是现在我这个这个的大小上限，可变电阻的上限是呃，我刚刚是调十 k，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如果把它转到最大十，10, 两个都十 k，两个的电压就会一人分一半。所以这边会有压降，会有二点五伏。 这边也会有二点五伏，好，所以如果你再拿一个电表，你直接量这里到这里，这边应该是二点五伏，就一半一半。好，好，那可是如果你去转这个电表，如果转把它转到零，这个是零的话，那所有的压降都会降在这个上面，这里就没有压降，因为这个是同一个点。 同一个点上面没有压降，那所以你会发现呢、啊，当我两个电阻串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用这其中一个，如果是可以调整的，那我就可以去做分压的动，这个就其实就叫分压啦。那你两个都一样，就会一人一半。那一个大一个小，大的那一个就会占比较多的电压，小的这个就会占比较少的电压，这个就是分压的原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通常你去买的那个，不管是什么声音感测器啦、啊、光线感测器，都是利用这个原理去做的。所以它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固定电阻，然后里面就是如果你是光线感测器，它这边就用光敏电阻去取代。啊，因为光线不同的亮度，它会不同的电电阻值，那就会产生你量到的那个电压就不一样。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非常谢谢那个邱老师的解释。我想今天配上那个像光明店主这样来解释，我就觉得哎、欸，跟上个礼拜来讲又加深了一层的认识哈。好，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就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那如果各位老师要跟邱老师打声招呼，就打声招呼啊。如果其他老师就各自有行程就可以。欸欸、對對對嗯、那個、嗯、那個，那个那个。要抽奖？对，名单。哎、欸，一层我的名单呢？ 邱 <laughs> 老师等一下，还在会诊，还在会诊啊。哦、那、嗯、那这样子好不好？<嘿>就是那个邱老师，您就直接抽，然后发布在你的脸书上面，怎么样？哦、好,好,好，好，好，okay. 好，OK，好好，那就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那如果您要跟邱老师互动哈，那你就直接互动。那我就先借我的手，先谢谢邱老师，好，谢谢，<好>谢谢邱老师的帮忙，謝謝,谢谢，谢谢。好，那各位就在注意我们 S 四 A 的脸书哈，到时候五位。 五位那个抽出来的老师，还有六点以前有完成我那个作业的老师，我就一并会把名单公布在呃我的脸书跟 S C A 的脸书哈。那就麻烦这几位老师，我要寄咖啡豆给你，再留地址的资料给我，谢谢。好，谢谢邱老师，也谢谢各位老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邱老师，谢谢。哎、拜拜各位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我们就谢谢大家喽。好星期辛苦喽。谢谢老师啊，老师也很辛苦。好,好，拜拜，拜拜，拜。嗯。